天在海滩举行，才艺最高超的动物将赢得大奖，太好了！小肯是城里才艺最高超的猛兽，小肯，去捡。我的变色龙会是宠物秀的第一名，否则我就会被那座火山吞没。小肯才会赢得那座奖杯，不然我跟他会被吃掉。你的小宠物，哈哈，他会做什么？请看，看到了吗？真正的赢家就是长这样。我们等着瞧吧，小肯也会改变颜色哦。嘿，小布，快过来帮我们训练小肯。哦，嗨，瑞奇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在训练翼手龙了。好吧，小肯，看起来我们必须要为那面奖牌努力。就算小肯没有赢得宠物秀也没关系呀。看来我们需要用尽所有方法来确保小肯获胜。我们快点解开小肯，帮他清理干净。可是泰拉，他不再是小肯了，他是鸟装迅猛龙。你看他的舞姿多酷啊！我们一定会赢！耶！各位先生女士，我在此宣布，这场宠物秀开始。演得多好！七号宠物，古代的鸟装迅猛龙，来自索尔家族。不是鸟装迅猛龙，它只是小肯。这座奖杯救回来了，请欢迎我们的英雄小肯，你真棒！然后师长说，小肯或许不是稀有动物，不过他救回了奖杯，所以他应该获得这个奖赏。他给了我们奖品哦，我很高兴是真的小肯赢得奖品，不是某种虚构的鸟装迅猛龙。